大家看，这栋建筑就是普济岩，它始建于唐代，曾经因为年久失修而经历过多次的重建跟修缮，至今仍保持着明清的建筑风格，古香古色。重建的普济岩采用原寺庙的石料构建等遗物建造，近年来不断的修缮，但一直保持明清的建筑风貌。 内供奉有宋代三公文天祥、张世杰和陆秀夫，每年的正月十七会举行一场独具特色的三公下水操民俗纪念活动，由村中的小伙子用神轿抬三公，踏过炭火，并连人带轿抬三公，游淌过延门前的池塘。